个自己做的好，莫跟你讲，哎，我看了很多啊，那我真的，所以我今年各校几乎的七年级的入学啊，很多也在少子化，很多学校都学生都变少，只有我们培训国中的人数是这个逆向成长。那个我非常感谢我们的徐校长带领我们培训的国中的团队，在这几年非常的成长，真的非常的大，我们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哈。那当然，我们家长会也跟学校的配合也非常的高。那我们所有的家长在这个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，都帮我们学校做最大的后盾。那徐校长他有理念非常好的带领我们，等下他会介绍，大家可以看到这几年我公立学校来电就这样子哦，真的是。刚刚我们如果没有说进步，我讲进步幅度，进步幅度第一应该是培训工作。哦，那我真的是当我们家长的与有荣焉了。好，那我话不多讲，我很谢谢大家来参与这个大会。那我把接下来时间交给校长来介绍这几年来每年的培训的一些成果。好，谢谢。上来寻我，不要忘记我。然后觉得要修改的时候再修改。哦，然后再给小朋友一起来，他们刚刚年度的毕业。哦，对对对对对，会叫上，就是上一届毕业生，就是这一届的毕业生，这届的毕业生，九年级的，对对对。
他们今年哈，那个今年就阿贝拉厉害。哦，